现年45岁嘅邱淑贞同埋 IT 时装店老板沈家伟喺1999年结婚之后，一直都非常之恩爱，生咗3个女，沈月、沈日同埋沈星之后，一家五口更加周不时总动员家庭乐。虽然沈家伟坐拥超过50亿身家，但系佢仍然都情迷平民饭堂，仲约埋细佬一家同埋老友余文乐一齐去探鱼蛋粉，食饱饱佢哋一行10人浩浩荡荡咁出嚟，爱女如命嘅佢更加全程抱实3女沈星，店员见到沈星咁精灵得意，都忍唔住要送糖氹佢。呢个时候谂住走先嘅乐仔都抵挡唔住星星嘅魅力，摸摸佢嘅头先至走人。不过依家就轮到死守门口嘅 fans 抵挡唔住乐仔嘅魅力，争住同佢合照。哇，乐仔你真系大小通吃，老幼咸宜。之后沈家伟就急急嘅 join 翻大队去攞车。嗱，大家想知近排潮流兴乜，就望望沈月啦。虽然沈月只系得12岁，但系佢嘅 fashion sense 真系唔系讲笑噶，超多包，仲大叔又长又白嘅长腿。而妈咪豆豆虽然冇特别打扮，但系仍然都 keep 得非常之好，望落去佢哋两个劲似姊妹添啊！不过佢哋上车嗰阵就有少少阻滞，沈月开极都开唔到车门。咁都好啊，等我可以有多啲时间研究下呢套衫系咩牌子啊！